老铁们，螺蛳粉千千万，唯有囧一家的最深得人心，没有好的产品不敢贸然打扰大家。我先来一口啊，刚刚出锅的。妈呀，这个口感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粉质非常 Q 弹。咱们家的新款螺蛳粉全都是升级高配版，直接给大家做到330克的净含量。咱们家的高配螺蛳粉一共是有6个料包，干粉包一个，还有山西陈醋包一个，酸笋包一个，什锦的酱菜包一个，花生腐竹豆皮包，秘制的辣椒油，外加一个升级版的猪骨汤料包。咱们家的猪骨汤料包都是采用优质的猪棒骨和螺蛳肉精心熬制，8个小时熬制出来的，汤汁非常非常的浓稠。喜欢吃螺蛳粉的宝贝们，一会儿5:30一定要锁定小仙女的直播间，我将会为大家带来工厂直发的价格，让大家吃一碗高配的正宗柳州螺蛳粉，比你们吃一份凉皮还要便宜。直播间等你们，不见不散，快来吧！